小老板卖昂咕贵，特别吸引人。 一种比较好吃，哪一种好吃？都很好吃，所以一，这也第一，两个第一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很好吃。那我们木星木爱的钱要做什么？要不要跟施工分享？要给施工去盖佛陀的故乡。手做传统甜点，用来木星木爱。 除了小宝贝发大愿，高雄多位实业家也深受启发。集合大家的力量，集合出去，大家一起来做，不是更大更好吗？不是更快吗？哦，所以各位企业家，你们要想一想，要不要？要，要说我愿意。生命线哈，它主要就是在救一些那个。 比如说防治自杀，或是吸毒的那个中辍生啊，应该是说师兄跟师姐，他们都很无私的贡献。然后这个是我要想要学习的。龙洞的花心，花大心，立大愿，这是分分吉祥，这一份虔诚哈，您的付出，您的力量所成就的好事，哪怕啦。 就是小小孩的，的确是尽顺尽哦，这都是时间不断延续落来，啊，真期待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哈。有福人生从小栽培，带动更多人行善，落实菩萨在人间。大爱新闻李嘉欣、萧红树，高雄报道。